哇，这个鸡肉可以，这个不错，真的假的？你摸一下就知道这是真的吧？我主要是我在漫展摸的太多假的了。哦，这个是真的有温度，你不冷吗，小哥？有太阳晒着不咋冷。有太阳晒着不冷啊，主要是漫展摸太多假的了，这个是真的。嚯哟，摸了，你看这背后，我刚刚看到你这个魁梧的这个倒三角啊，这是练出来的哈，是吧？对，可以，你这个应该是《鬼灭之刃》里面的那个猪头是吧？对，我猜对了，我猜对了，猪头，猪就是那个叫他什么的名字魔来术着？道具在地上吗？这个原名叫啥来着？伊之助。伊之助啊，对，这个我没说错啊，这个我没说错，上手我没有上手，我只是摸真假啦，你们不要乱说啊，就是摸真假，摸到是真的啊。你是一个人吗？那个还有，还有你的朋友吗？对，哦，哎，你这是画的啊？就贴的。哦，贴的啊，可以，不错啊。对，师兄，没有十哈。你今天几点来的？今天9点多。9点多，你带到现在？哎，可惜嘛，取消了啊。我要出俩角色的，人取消只能出一个。只能出一个，明天还有没有啊？明天应该也不。明天没有，就今天出俩。哦，你还出了个什么？还有一个风柱。风柱，哦，可以，那我们去逛一逛吧。啊，我真的，我也想拥有这样子的身材。有一天我也能那个啥，我有一天我那个啥。既然这样子的话，那我再摸一下吧，那我再摸一下吧。这样子的话，刚刚摸的是胸啊，我再摸一下腹肌。哇，哇，哈哈哈哈！既然你们敢说我的话，那我就只好不客气了呀。对，那我只好不要客气了呀。对，可以。你有没有啊？我没有。哦，你没有哈。以前有，现在没有。以前有啊。